基督在我们内祈祷，因为他是我们的首领，基督是我们祈祷的对象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天主，基督为我们祈祷，因为他是我们的自己，基督为我们祈祷，因为他是我们的自己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门。万福玛利亚，满被圣宠者，主与儿偕焉，女中而为赞美，而胎子耶稣并为赞美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为我等罪人，今其天主及我等死后。阿门。我信全能者天主圣父，化成天地，我信其唯一圣子耶稣基督我等主，我信其因圣神降孕，生于玛利亚之童身，我信其受难于班阙比拉多居官时被钉十字架死而来意，我信其降地狱，第三日自死者中复活，我信其升天，坐于全能者天主圣父之右，我信其日后从彼而来审判生死者，我信圣神，我信有圣而公教会，诸圣相通公，我信罪之赦，我信肉身之复活，我信长生。阿门。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、圣血、灵魂及天主性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至悲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因他的至悲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因他的至悲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
因他的至悲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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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、圣血、灵魂及天主性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至悲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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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、圣血、灵魂及天主性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至悲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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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至圣天主，至圣强有力者，
至圣长存者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至圣天主，至圣强有力者，至圣长存者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至圣天主，至圣强有力者，至圣长存者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仁慈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来自不同的族群、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台湾人民的各种恩惠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日益扩散，全球各国人民都因病毒不断地扩展而恐慌与忧虑，不少人无法回家与亲人相聚，或不能出门工作，严重影响个人及社会团体的生活。教会与其他国际和社会上的许多活动都无法进行。我们谦卑地来到你台前，为缺少相亲相爱，向你求宽恕，为没有善用你赐给我们的各种恩惠向你认罪，为我们的自私、贪婪、不和睦、骄傲、冷漠，以及一切不洁的思想和行为，向你诚心忏悔。我们真心承认我们的罪过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并转变我们的心。求你在人心不安的日子里垂怜我们众人，求你拯救那些因得到新型冠状病毒而去世的人，并使所有遭受感染的病人早日康复。求你降福，并保护那些为照顾被隔离的病患，所有医疗团队成员，保佑他们身心灵平安。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的国家祈祷，尤其是执政者、政府官员和各政党，求主赐给他们睿智、远见、毅力、信心，在这关键的时刻都能虚心信靠上主，并能同协力团结一致，共度难关，使国家人民早日恢复平安快乐的生活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